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为着要庆祝这个马兴的水队公园正式启用，今仔日六号，管护社会处长陈志明甲代表会主席李元在等地方的重要人士哦，来替这水队公园告白。马兴的村长陈明昭嘛，希望讲这个美丽清水环保公园，买当变作是村民运动休闲的好所在。马兴振鼓队鼓声一响，气势十足。精彩演出以及德公阿炮，全部都是为着要来庆祝马兴水圳清水环保公园正式启动。佮拜登的了后，马兴船长陈明昭，佮带着社会局长陈志明，代表会主席李元哉等地方的重要贵宾，来一撮公园巡礼，介绍花菜树木，以及用各种环保废弃物打造的公园景观。然后这支木马也是回收的，跟那个站帮人家那个机器的站帮都不要了，我们给它回收起来，够了。站在，社区志工用心打造，就是要给民众，不管是要运动、要休闲，拢欢迎您来到这佚佗。一草一木都是社区自己精心设计、精心规划来做的这个清水公园。另外，公园上界特殊的，除了这两只用站帮甲竹啊做的马以外，佮以灌溉到的水来结合水箱甲水墩。客家水杯，这个水杯就是要用利用水的原理来走米啊，就是老祖宗以前他们是用这样的，所以呢，第一个我们来集思广益做这个水杯的以后，一方面又可以带给马兴国小的教学活动。宣告正式开放，马兴社区欢迎所有的民众有闲来到这享受一连串的观光景点，也欢迎您来感受一下清水环保公园的生态美丽。大中华新闻林冠英秀水采访报道。继续嘛是在社区的消息，美港社区大厦为着要来丰富着偏远乡镇民众的生活，一直拢有咧举办着各种的教学的课程哦。像山西乌波社区最近就开办着教泰国的课程，这老师利用音乐的节奏教这社区民众来拍泰国，因为学起来简单，拍起来又够有成就感，所以学的人是愈来愈侪哦。随着音乐在拍鼓，每一个人的动作都配合老师的指挥。在山西乌波社区美港社区大学开办了教泰国的课程。泰国因为比较简单，那也比较容易携带啊，所以呢搭配那个节奏，然后配上音乐，有音乐来佐助他们，所以他们比较知道在什么地方，然后他可以打什么样的节奏，加上这些乐曲都是流行歌，所以其实他们也都很熟。这样子的话，它比较容易进入状况。倡导教育部的终身学习的活动，希望说借由我们社大跟社区的结合，还有我们的老师这边的专长专业，那我们开这种班，那鼓励居民、社区民众可以一起出来学习这样子。搭配音乐的节奏来拍鼓，就算是无学过音乐的人，也使轻松的体验泰国的乐趣。嘛是因为安尼内容，和这个甲泰国班课程上课的人愈来愈侪。好玩，然后学起来也。非常有趣，然后如果压力时可以舒压，带妈妈出来同乐啊，带她出来玩这个乐器啊，哇，哎，唱歌她想要唱歌就唱啊，还有对身体好啊，还有娱乐。为着要准备七月中的新歌发表会，乌波社区的民众大家拢真认真的练习。因就表示，因为这个甲泰国和厝边有话题，同时嘛加了健康，欢迎兴趣的民众做回来学。多中华新闻林伟婷转赛彩虹报道。七月初六，溪湖果菜市场总交易量是74公吨，总平均交易价售每公斤31.4元。继续提供大家其他蔬菜交易行情。花菜上价58.5元，中价46元，下价33元。果类菜上价28元，中价21元，下价10元。金瓜上价18元，中价15元，下价10元。菜头上价20元，中价14元，下价8.5元。
头上价25，中价23，下价18元；菜瓜上价40，中价28，下价20元；韭菜花上价60，中价58，下价50元；葱仔上价80，中价67，下价50元。下价20元，苦瓜上价60，中价38.5元，下价15元；西瓜上价25，中价19.5元，下价11元；冬瓜上价20，中价13，下价8元。咱来关心气象哦，在地方气象局表示，这个周末假期各地天气拢是真好天哦。日时维持着高温炎热，中华地区气温来到26至34度，落雨几率是50%。提醒民众，若是有安排着出外行程哦，嘛是爱做好防晒，而且爱加补充水分，以免去有热着。咱来关心其他地区的天气资料。天气真好，乡亲会当安排着出外散步，或者是参观着展览的景点，放松心情。以上是今仔日7月7日礼拜五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吴秀文，咱明仔再会。